没有跟我有一个小小的渊源。19岁的时候认识我老婆，她喜欢的偶像都什么石田一成啊，都是那种美少年感觉的人，所以我那时候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啊，我老婆喜欢这种中性美少年啊，我也。差不多在我35岁那一年，我老婆看了一部片叫《星际传奇》（Pitch Black）， 冯迪索他人生第一部出演电影。然后我老婆看完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之后冯迪索的每部片他都有去看。小时候我老婆喜欢美少年，可是如果他35岁之后开始喜欢冯迪索的话，完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到底有什么杰出的迷因。最近的《亡命关头9》不是要上映？冯迪索饰演的唐老大有一句很常讲的台词。最近在国外这一系列的迷因就非常的火红，然后也传到了台湾。第一章哦、oh, ，Let's not how gravity works， 这个地心引力不是这样搞的，不是这样搞的。我不需要地心引力，我有家。Family. What does the S stand for? Family. 那个女记者问他说：“请问一下，你胸前那个 S 是什么意思？”那 S 我们当然知道就是 Superman 嘛，对不对？不是、啊。好 ，In my world, it means hope. Girls might not have room for you, but there's always room for family. 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那个船板它其实再搭一个人应该是可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螺丝非常的小气，明明可以挤一下，可他还是跟他说、谢谢拜拜，因为螺丝没有那个 room 给他。 Ohana means family. 所以 Ohana 应该是夏威夷的，就夏威夷的语言啊，是什么家人 family 他跟你说。 Ohana means family. Looks like you could use a hand, Skywalker. Dawn, how the hell are you here in spaceYou don't need logic when you got family. I told you no more drifting here in Tokyo. 夜神月实在太不爽了，所以他决定要唐老大一家人下地狱。What happened to him? He didn't have family. 可是哈利也没有 family. You weak, why? Because you lack family. 原句应该是这样，你不够强，因为你的憎恨还不够。对唐老大来说，你不够强是因为你没有家人，你没有中国信托的信用卡。I don't want a new family. I don't want any family. Family sucks. 说你这个小鬼在讲什么？这是麦考利克金的小鬼当家，没错。可是因为他是有点被遗弃在家里面，所以他才会有那种我讨厌家人，因为他们都不想陪我这种感觉。对，但是唐老大不能接受，唐老大不能接受。Don, you can't fight Jack. He's a regenerating mold monster. He might be a regenerating mold monster, but he doesn't have. 飞，然后讲到一半，他就发现杰克其实也有家人。唐老大遇到危机。这张图本来应该正常来讲是太阳空气水，不用你把太阳取消换成 family new password， 这一堆乱码 new password family strong。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Money, knowledge, family。 他被就踢出去，然后唐老大就来接他。 Family forever. Actually family doesn't really matter. 然后就被卡掉，直接进片尾。If you got bathroom at midnight 12 a.m. 就是你如果在凌晨12点的时候想要去上厕所，那你只要看镜子，然后说 family 三次呢，你回家会看到你老婆半夜12点在镜子前面召唤唐老大。对，他在那边 family family family. Brother never told you never threaten a man's family. Shut up. 这一个迷因在韩国应该会被禁。会耶、欸！最近韩国有一个女偶像在 IG 发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图，她只是想表达说，哇，她看起来好小一只哦、喔。对，就没想到就被出征了，对，直接被 ban 掉。冯迪索呢，比起 OnlyFans， 他更喜欢 OnlyFamily。即使呢他自己去素食店，他也会选 Family Meal 全家餐。Xbox、PS5 他都不要，他只要 Family Computer。他连上厕所呢都只上亲子厕所，所以他是一个 Family Guy。谁在跟你一个人上厕所？对，我要全家跟我一起上全家厕所。然后冯迪索就是会自己做一些很坑的图片，这是迷因自己制作的迷因。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I want you for our、不是 family， 这是 angel, for our angel army.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但就是它很奇怪。Happy 2 year anniversary， 因为这个品质实在太差，差到我相信这应该他真的自己做。而且他说这是 Vin book， 就是他自己的书，冯迪索之书。这个是什么？巴西里约耶稣雕像。对，居然把它跟他合体，他是圣人吗？右下角有一个爱心做的地方。五颜六色的各式国旗，然后再配上世界一家，他是 family。You are incredible。
你很棒。对，你们也常常这样鼓励我。每次我当我心情有点沮丧的时候，他还有我的办公室主任佳佳什么都会这样。你很棒。而且这句话有个重点是，他们要讲得很慢。哎、欸，对，你很棒。You are incredible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翅膀的概念？而且他要露这个肚子，而且又是 Bing Book。A place where angels play. Thanks for the love. 越来越长辈了，一张比一张长辈。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a smile. 如果脸上没有微笑的话，永远不算是真正的打扮整齐。对。I really do love our planet. 而且又是同一个地球。爱地球啊！这是他的素材库拿出来的爱心地球。爱是一个多么奇妙而又强大的字眼啊！他现在应该要改成 family。哎、欸，这个是虾妹举动。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感觉就是知道说你的存在或者是你的消失，对于某些人来说都很重要。哇！那要附赠一个。好了，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此告一个段落。非常谢谢大家欣赏今天我们的唐老大家族迷因。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你按赞、订阅和分享，顺便在留言区秀一下你的 family。准备好了没有？哎，你看这个面，它有长有宽，就像这个碗，它有大有圆。你们来这里吃饭，觉得饭很好吃，我开心。你们来这里吃饭，就像我给你们拉面一样很开心。哎。啊啊！